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谈到教会如何真实的增长。各位注意听哦，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事实，如果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的话，那么主的教会是继续会增长，得救的人天天会加增的，阿们。所以大前提是什么？很重要的大前提是主自己会建立他的教会。马太福音16:18，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主自己会把人带入教会，主会把人带到尽头，带到施恩的宝座前，然后用真道来重生他们。所以教会增长呢，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也是神按着属灵的原则来做的。主自己在做工，借着圣灵在圣民的心中感动他们，激动他们，传讲神的话，也叫听者能够蒙恩了。但是在这个教会这么纯正、这么荣耀的增长里面呢，我们要谨慎的，就是我们按着人的方法、巧计、聪明来带来教会的成长。今天教会里面的增长呢，有很多我们要值得思想、要反省的事情。今天教会增长学已经成为教会里面很多牧者们追求的一种学科。原来这个圣灵带领的很自然、很属灵、也很荣耀的一个属灵的运作，圣灵自己做工，神在建立他的教会的这个事呢，已经成为圣民呢靠着人的聪明，然后能够繁殖教会的一种策略。特别是牧者们都在想尽这样的方法来增长他的教会。如果各位到很多的基督教书局，各位会看到很多的书，很多的现在很多的讲座，很多的特会。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牧者来呢？因为都是在讲告诉你教会怎么增长的一个策略。所以教会增长的策略，很多的牧者们呢带着这样的动机去参加特会，学了一套方法，只要我有这个策略，只要我有这个口才，只要我能够连接于其他的教会，所以大教会跟大教会就连接起来，然后一起把基督教搞成一种风气、一种文化，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受影响，感觉到基督教很符合他们的文化，符合他们的需要，然后这样的把人带进教会里面。所以现在教会呢，彼此比赛，谁的人最多，谁更加有阵容，谁的礼拜堂更大，就这样的事情呢，一直在教会界里面，我们会看得见。但是各位注意听，当教会孜孜不倦的这样追求教会的增长，很多很纯正的主所爱的子民是被排外的，他们是真心要追求主，要认识真道，认识主的，以主的话来认识主的。有这样的子民，他们饥饿，他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各种的节目，然后感觉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都是一个人的色彩，这个文化的色彩，有这样的兴起来的时候呢，自己很辛苦的，灵里面一直枯干的。各位，这是我们一定要检讨的事情。我们活在的地方，不管你是中国啊、台湾啊、香港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各位你看，现在很多的牧者们，他们提倡的、追求的那种策略、那种方法，然后你再看，在教会里面，在一个角落里面，很多困苦流离、婚姻有问题、挣扎、生命困苦的，他们走进教会的时候，然后他们听了一篇道，那个道真的能够叫他们扎心悔改或者受安慰，那个道真的能够叫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能够健全，各位能吗？所以各位一定要思考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会多讲。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各位问，
难道教会就不增长吗？各位一定问这个问题，教会就不增长吗？那有时我们带领的人呢，我们说我们不要看教会的人数，因为我们不要进到那种有动机的服事里面，但是我们在服事呢，也不能脱离这个属灵的事实。如果神是把得救的人天天带入教会，各位思想，教会是应该充满怎样的人？教会应该有怎样的人走进来？如果你传的是拯救人灵魂、赐人永生的福音，有怎样的人应该走进来？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爱国度的人，你一定会传福音。那你传福音了，起码你的家人会走进来，你的朋友、你的亲属会走进来。教会得救的人是天天这样加增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使徒行传呢给我们看一个明证，使徒行传二章整个教会是圣灵带领，圣灵带领使徒们，圣灵带领圣徒，随走随传，然后把福音这样传。当然走到教会里面的人有很多种，然后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很多种，教会实在是很多种。教会里面有千人教会的也有，教会里面有几个人、三五个人的也有。各位如果看启示录七个教会，有各种教会，有些像斯美纳教会，非常的艰辛的，他们经过很多的苦难，对不对？他们受试炼。教会也有像腓拉铁腓教会这样的，你们力量虽小，但是你们遵守我忍耐的道。各位有这样的教会。所以有时城市教会呢，你会看到有城市教会，但是一个蒙恩的城市教会的一个样子是应该是怎样，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农村教会，我们农村教会里面呢，就是这个福音继续到处传，这个 network 这个联络网。有时候呢，你在的地方呢，好像不是 很多人，那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小教会也可能，但是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教会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光和盐的功用。那很多很多就真的寻找主的子民的，他们的信心怎么被维持，然后他们这样传福音的。然后美国去的时候呢，有移民教会，有很多人来了教会，对不对？他们就听了道，听了福音，那但是很奇妙的，他们听了蒙恩了之后呢，因为工作的缘故或者各种的原因，他们又要走。所以很多美国的牧师呢，或者澳洲的牧师，我们教会很多的年轻人来，或者大留学生来了，他们毕业了之后他们又走，也可能有这样的教会。但是重点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圣民，他们被培养出来，他们是真信的子民。他们离开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带着什么离开？带着怎样的福音离开？所以呢，教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要有假象，教会一定是那个模式。然后教会跟教会就连接里面，那连接来看，怎么连接？怎么连接？用节目来连接吗？要给这个群众带来的一种福音的那个色彩是怎样的呢？我们一定问，所以我们一定，起码我们信徒们，我们说我们不带着这个动机，这样看、教会的真的，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属灵的事实，神带领的一个属灵原则，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的时候，各位一定会看见有人数继续增长的。我们基督生命堂呢，像每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走进我们的教会。我慢慢走进教会的时候呢，上个礼拜呢有十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他们有一些人走进来，每个礼拜他们就走进来，新的人，新的面孔，我就看见，哎，你为什么来的？有些是 YouTube 上面听到我们的信息就走进来的，有些是走进来了之后呢，他们被牧养就留下来了，因为被照顾留下来。有些是来了布道会五次六次之后呢，终于留下来了，终于来主的崇拜，也有这样的教会。各位有一个一个这样的教会，他们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因，对不对？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会知道的，我们会看到有真实的一个成长，有寻找主的人，他们可能来的样子是很破碎，有时候很软弱，但是或者也是很好奇的也有，或者来了然后呢感觉到这个圣洁的爱，又看见他教会有圣洁的爱，很奇妙，跟世界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能够看见主自己得着他的子民。各位，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我讲这个信息呢，
并不是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很辛苦。有些人带领三五个人的教会呢，带领了很几年了，但是这教会里面还是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同工们还是很软弱。有些带领者说，我好像没有同工，三五年了都是我一个人在带领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今天从神的话让各位看到一个属灵的事实，神自己建立他的教会的。如果你看到了神自己亲自建立他的教会，做上帝教你做的，带着无愧的良心服侍主，服侍主的教会，你必定会见证你的教会一个一个走进来的，你真的很纯正的生命，对上帝有畏惧，有好奇，起码有好奇的，他们走进来教会。各位，我作为一个牧师呢，把神的话传讲，但是这个话语不是观念，不是观念，是能够确认出来的，能够看到的证据。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现场敞开，你开始传福音，有一个一个你传了道带道的人走进教会，慢慢的你会产生私欲的。你们讲私欲，传道人有私欲出来的时候呢，主啊，有时候也不是我要的，但是呢，你的话是这样讲，你说要拯救人，起码我教会不增长也好，但是人进来蒙恩了，对不对？他们移民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但是他们带着福音去，起码我要看到这个，对不对？起码我要看到的，他们在这边蒙恩了，回到家成为家人的祝福，起码要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慢慢你就有私欲出来了，有私欲出来的牧者们就会慢慢看，哎呀，为什么没有传福音啊？同工们为什么没有传福音？就给他们压力，然后同工们就很辛苦，哎呀，牧师，我们不是没有传啊，我们也很辛苦啊，我们也一直牧养啊，但是人留不住，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光景呢，大家都被自己欺骗了，被自己的私欲欺骗了，因为主在建立他的教会，我们要懂得看，我们要懂得确认，主做的我们也做，主叫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主叫我们信的应许我们信，对不对？应该顺服的我们顺服，然后我们再看主怎么把人带到教会，把得救的人带到教会，得救的人门徒天天加增的事情，这个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事情。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思想很多，我祷告很多。不管我们过去啊，我们带领的教会，我们遇到了怎样的难处，我们教会好像来到瓶颈，你有很多的理由说，同工的问题，弟兄姐妹的问题，大家不即可的问题，或者我们人数少，然后做不到这样的施工的问题。各位，这些理由我们都会给的。各位，但是呢，当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回到主的话看，主是怎么增长他的教会的事情。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好吗？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十四节，从这个地方开始，第一间教会出现了。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不是第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是圣灵降临之后啊，对不对？但是的确，主升天之后，120个人在一起，他们相聚了。然后各位再看第二章第三十八节，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彼得的讲道，各位都很清楚，对不对？有圣灵充满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你们听了福音，不是叫你们舒服，叫你们扎心，叫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有多远呢？到地极去的，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神所招来。各位懂什么叫教会吗？教会就是被招出来的 ，ecclesia， 对不对？教会这个名字哈，希腊文 ecclesia， 被招出来，从哪里被招出来啊？从世界被招出来的，从世界。所以你问，你的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是把人从世界里面招出来，
还是叫人在世界也可以，在教会也可以？各位一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教会，所以那个教会是一定在福音的本质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在福音的本质，那进来教会的什么人进来？哦，我有口才能够把人带，我有策略能够把人带进来，但是你要问有谁进来，谁坐上这个教会的领导层，这是很重要，我们一直要问的问题。然后四十节，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见证、劝勉、勉励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很多的教导，对不对？用真理的教导，用真理成圣他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单单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各位不要只有看这个。各位，每次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是约添了3000人。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我们去搞这个搞那个，然后主做的，主感动门徒做的，主感动彼得讲的，对不对？主叫3000个人扎心，听了什么道，然后他们是门徒，他们是门徒啊，他们不是礼拜堂徒。然后第42节，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所以这个叫门徒了。如果你走进教会，然后这个舞台哇很光彩，这个诗歌很扣人心弦，哇听了，然后一讲到了睡觉啊，如果你的会友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担心，你要把这个教会关掉，关掉，把这个舞台拆掉，然后重新再建立。阿们，没人讲阿们了，这样我教会全部要拆掉了啊。对不对？这个我在想，一直要在这边讲还是在台湾讲，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然后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啊，这个不是共产党啊，我叫我全部拿你的东西全部来，不是这个东西，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大家无私的心，在福音里面无私的心，一颗的心，圣洁的心，爱肢体的心，就圣洁的爱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凡物公用，那时候你也没有工作，我信了主也没工作，我们都有这样的辛苦呢，但是不要紧，我们在一起，然后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各位，他们能够这样做，你们想，不要单单看行为，他们里面的那个信念是什么？没有比人得永生更重要的，各位，对不对？没有人比得永生更重要的，那什么钱啊、工作啊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只有活下来，让使徒们传道，这个使徒们的道带着圣灵的大能，只有让这个道传出去，就这样想了，对不对？然后就存活下来，为了这个道了。然后呢，但是他们的样子是很惨的吗？很像难民吗？不是难民。各位看，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哼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各位，圣洁的什么？圣洁的喜乐，圣洁的喜乐，相爱中的喜乐。各位，这个是你要问，这是你教会的文化吗？对不对？然后赞美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不是我们，这是神在我们的心中填满我们的心了，所以自然表达出来，没有虚假的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下面那句话是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主将的，有圣灵的工作，很微妙的潜在性的工作，在人的心中做工，在看到他们的榜样的人的心中做工，然后就慢慢一个一个好奇的就过来了。对，所以这个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啊，先是120个人开始，然后呢3000个人，然后再一天过一天的增长，一天过，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教会增长是什么啊？先是120，然后3000，然后一天过一天，然后很快的第3章一开始彼得受逼迫了，对不对？然后第4章很奇妙的，第二次彼得的讲道就出来了，第4章彼得又在讲道了，对不对？第3章的后面彼得又讲道的时候呢，那是4章4节，各位，4章4节，听着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呢3000又有5000了，对不对？5000，所以包括如果妇人的话应该有10000以上了。那
五章十四节呢，各位就会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啊。五章十四节呢，那第五章一开始我们都知道很著名的亚拿尼亚撒菲拉扑倒他们欺哄圣灵的事情，叫整个教会畏惧。所以教会增长里面呢，是一定有上帝实行他的公义圣洁的时候的，各位一定记得啊，一定记得。所以呢，欺哄圣灵的、哦、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的罪啊、又不是犯奸淫啊，又不是什么、啊、骂人啊、杀人，不是这个原则。但是欺哄圣灵的罪，这很奇妙的。所以 教会的圣洁，你们了解吗？在哪里？教会的圣洁不是欺哄圣灵的。所以你一定要问，圣灵给人的话，圣灵给人的感动，它是欺哄的。然后呢，跟人是讲另外一个，跟人讲另外一个。对，这个罪啊，是教会的不圣洁的根来的。你们了解吗？我现在要讲的话，这个不圣洁，不圣洁，哎呀，某某人有小老婆在教会里面 买股票，买万字票那个东西，赌博，不是这个东西的。欺哄圣灵，主叫他做的。从哪里开始？从这个讲台开始。主叫他讲的，什么是钉十字架的福音？他是讲这个啊，谁来啊？讲永生，谁来？谁要讲永生？讲钱，每个人都来了，对不对？这个不圣洁开始，这个不圣洁开始已经有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哦、教会很多人了，你们啊，为什么在外面搞婚外情啊？妈妈，这个是奸淫。其实啊，在这个时候才来骂，对不对？你们什么骂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问自己，你问自己，那个不圣洁的根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了解吗？这很重要的话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每一个项目，你们看啊。然后五章十四节呢，这样的事情一来的时候呢，上帝实行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的荣耀。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然后六章七节，很奇妙的啊，教会一来，六章就有问题来了，犯事的事情来了，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一定有的，所以我们要预备。教会弟兄姐妹吵架，因为一些我们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啦，琐碎的事啦，厕所没有洗干净啦，然后呢，饭食没有预备好了，什么小小的事会吵的，因为各种人都有，性情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七个执事起来了，各位，这个很重要的工人起来的。然后第七节说，神的道兴起来，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添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祭司是谁？祭司是那时候圣殿的领袖，他们就信了。然后你们快快啊，就看啊，快快看，你们都知道的哈、啊。然后很多的中间，谁也信了，哥尼流也信了啊，各种的事情发生了。当然斯提凡的殉道也来了。那翻到十二章啊，那时候十二章的时候呢，彼得跟约翰他们被逼迫了。约翰成为 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约翰，对不对？但是各位，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盛，越发广传。 很奇妙，对不对？一个试炼来，然后工人兴起来，一个苦难来，神的道兴旺，人继续增长。所以呢，从一百二十三千个又天天，又五千个，又天天，试炼来，对不对？圣洁，上帝实行他的圣洁公义的时候，那哇，每个人畏惧，但是又天天，那越多人信了，然后对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整个的眼光畏惧是怎样的？你们一定要问，那时候来的人看到这些东西的，他们的心，不是坐在教会啊，爱世界的人也很舒服，哎呀，这不是这样的。很畏惧的，他们的心里面呢，听每一个道，对，然后看到圣民之间，他们很尊重彼此的眼睛，对不对？当然软弱吵架还是什么，哎，但是领袖们起来服侍，服侍不是一边服侍要死不活那种样子啊，累啊，哎呀，牧师啊，整天叫我们做啊，不是那个样子，羡慕善工想做，然后大家很谨慎的，每一个的聚会来，每一个的聚会预备心，然后再听，在祷告，在看，在牧养，然后呢，人慢慢就进来了，主在他们当中了，主的圣洁荣耀在他们当中，
有圣洁的爱在他们当中。各位了解吗？使徒行传，因为不要当好、哦、3000、5000，那我们就模仿模仿，我们也来搞一个布道会，3000个人来，来5000个人来，不是这个东西的。你一定要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跟大家心灵的光景，他们怎么在神面前活着的那个信徒的光景，你一定要问。那么然后这样呢，你就发现了，来了19章、保罗就出现了，对不对？从13章开始，保罗就把福音一直传了。保罗从安提亚、小亚细亚、马其顿、罗马，19章第10节。19章10节是为什么我读这处经文呢？19章10节呢，是整个保罗施工的顶峰，我可以这样讲哈，因为顶峰是在这个地方了，把福音传遍小亚细亚。第19章8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各位一定要面对这个东西，一定有刚硬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欢你的信息，也有问题、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与他们分离。这句话、有些人听了很紧张了、便在推亚努学房天天谈论，天天的事情。这样2年之久，叫一切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了。两年，所有的人，其实这个基督教啊，好像整个变成一个文化这样，对不对？这个福音化，所有的人，好像如果有一档、炒面很好吃啊，这里。全新加坡东部全部跑去那个地方，好像是这样啊。食物是有，福音没有了，就现在就奇怪的那个光景。然后呢，最后28章31节，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又看到什么？看到神威了，对不对？在哪里？凡来见他的人。所以这个基督教信仰信息，圣民之间的 相爱相通见证，是叫人被吸引来。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阻止禁止、哪里没有人禁止啊？有罗马这个王帝、比拉多、把他关在这个监狱、在软禁里面。但是在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原则里面，没有人能禁止的。这天使开路啊，这很奇妙的，感动人心，感动看守他的罗马兵丁的那个心，也被这个保罗感动。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这个全经营里面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是因福音的缘故，所遭遇的叫福音兴旺，奇妙嘛。保罗的整个的，他被圣灵充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讲的每一篇道。所以各位问，教会会增长吗？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当然会了，现在会了。对，当然会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单单讲会，因为一旦讲会的时候呢，仿造品又出来了，人的方法技巧啊，人数运动马上又来了。主说，我会建立我的教会，我会建，这是主自己做的，没有人能够跟我分享这个荣耀，我自己建立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是听了这句话，那我要建立教会，我要做，我要把人带来，对，就错了，就跑到人为去了，对不对？看到主做而跟从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啊。所以今天呢，第一，我就讲4个的要素。
我刚才说，教会的增长是带着一个属灵的事实和原则的。主自己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圣灵感动门徒来做。第二，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到圣民的连接，他们怎么连接？接着所信的道，他们连接。那么，所以我用四个要素来讲啊，这个属灵的事实，神一直在做的。然后还有主所定的属灵的原则，有一个 principle 在后面，主怎么做的，他一定显明给我们。第一呢，教会是借着主的道开始的，所以有一个超然性的 message， 超然性的信息。什么叫超然性的信息？天上的信息，主赐给人的灵魂的信息，它超越一切人的文化背景、习俗、宗教，它不受到人的知识、人的贫富、人的国情来限制。听得懂吗？超然的 transcendent message。各位一定明白当时候的背景，福音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出去的，对不对？今天传到地极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整个的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你们会知道犹太教是很浓厚的风气，所以人都是专注律法、律法主义，但是起码也知道有一个神，所以那时候的背景是这样，所以那个有那个的难处。但是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出去的时候呢，小亚细亚、马其顿、罗马去的时候呢，哇，这个整个宗教色彩啦、文化背景啦、历史背景都不一样。那时候呢，基督教不像今天。不像今天我们基督教是五大宗教，现在所以无论怎样去啊，你不要信基督教就信佛教，不信佛教信道教了，不然就转去回教。五大不像这样，大致上人都知道基督教。当时候呢，基督教呢是很多宗教里面，对不对？很多宗教，很多的土族宗教、民间宗教啊，人的什么雅典啊，你去的时候他们不认识的神也拜的很多的宗教，对，希腊神宗教，对，这些很多很多里面的好像其中一个。当然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宗教，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想那时候呢其实更难了，没什么嘛，就其中一个。所以你们看得到吗？圣灵的大能，只有一个保罗，只有几个使徒们，然后只有小小的教会，不像今天哇，搞一个节目啊，哇，这个我们新加坡 Indoor Stadium 啊，哇，几万人来，不是这样，搞一个节目，然后大家冲来的，这小小的，圣灵很强烈的工作，在信的人、祷告的人心中，还有他们做的见证里面，然后福音这样传出去的，所以这是人的灵魂需要的，人的灵魂需要的信息。所以你一定问，这个信息很重要，超然性的。那么，所以你一定要问现在，你的信息是各种的人都需要的吗？对，所以超然性的。所以不管是男，不管是女，不管是希腊人、化外人、犹太人，不管是怎么样自主的做主人，不管是奴仆的，各种的人都需要吗？因为这是拯救人的灵魂，是人永生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福音信息呢，当然我们会知道这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其实很简单。接着这个十字架呢，人得到永生了，人得到生命了，人得到医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带着圣灵的名证来传的，有圣徒们的生命，生命见证来传的，对不对？那时候，那你现在说，现在讲永生啊，牧师哪里有人会信啊？现在讲你的灵魂呢，信耶稣有平安，这种话哦，人家来教会听。所以保罗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一直在想这个，我们所传的福音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因为他们是求神迹；在希腊人求知识的一个希腊人，这是什么？愚拙。但是在呢信的人、得救的人，这种为神的能力，这属灵的能力，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信息一听了打动我的心。在那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很奇妙的这个智慧。上帝用这个信息选召人，上帝用这个信息要临到人的心中，要重生那个人，上帝的预工，上帝使人痛苦，走到尽头，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信息一直寻找人，寻找主的选民，在那信的人，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有吗？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但是这个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在想，各位，现在你传的这个钉十字架福音，各位生命堂弟兄姐妹都传，对不对？但是你传的福音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吗？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的吗？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来做生意的人，他们听了；教会里面结婚的人听了，或者单身的人听了，有孩子没有孩子的人听了，不管怎样的人来到这个教会，他们听到你借着圣灵所传讲的这个超然性的信息，不看人的情面，不看人意，不体贴人情的这个信息一传了，不管他是什么种族的，他是印度人、华人也好，一听了之后呢，很奇妙的，神的大能开始动工了。所以呢，你不要管谁进来，你不要管，哎，这个人啊，今天有没有留下来啊？不要管这个东西。你太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关注不在于这个道，这个道主啊，在预备的时候一直问主啊，这是人的灵魂都需要的吗？只要他不是猴子，他是人，他有人的灵魂，有人的心思、逻辑思维、情感、意志，是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的，这个信息是给他的。来听了然后走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来，那是，但是也有人走，也会有人走的。有些人听不下去，有些人来看，哦，这个地方谁要来啊？当然这个地方现在好一点，以前那个地方谁要来？这个地方，那个工业区啊，那个下面那个、那个车啊，那这孩子谁要来？我们会想很多这些东西，对不对？把这个地方弄得舒服一点，但是呢，这些东西还是次要，对不对？我们可以做，重点不要在那个地方。我们传道人呢、啊？哎呀，同工们，你们有没有牧养啊？你们有没有照顾人啊？人来了，你有没有跟他陪谈啊？当然这个也要做。但是呢，讲道者，当你要分别为圣，你要得着这属天的信息的时候呢，连这些东西你都不要看。到一个地步，你要回复全柄的时候，主啊，这个道呢，不是我读了神学就能讲出来的。今天如果坐在我们当中有二十个人，这个二十个人的灵魂他们都需要的信息，阿们。所以你一直要问自己这个东西呢。那现在教会呢已经不明白这个事实，因为这是神做工的事实，对不对？以前教会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这个信息，然后这个属灵的原则带来天使天君的工作。那现在教会不太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就把心理学带到教会，
把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思想这些东西人的方法节目带到教会去，然后要解决什么人的贫富的问题啊，所以呢成功神学要解决人的什么疾病的问题，什么医治释放信息，这些东西全部就来。所以讲这种的时候呢，好像很多人信，很多人信，你感觉很多人涌进教会，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也就是因为这种信息呢这么甜，好像可乐啊这样甜，喝了然后淡水喝不下了，白开水喝不下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一直问，我们到处看，哦哎呀这个牧师讲到，哎呀就是讲的这个福音很老旧古旧，哎呀我们懂啦，信耶稣有永生啊，得生命啊什么，他就听的这个东西听不进，因为已经有太多色彩的基督教信息，那个能够叫你的属灵的舌头已经麻了，属灵的耳朵麻了，那个，所以其实啊，真的这个信息的仇敌就是当今教会现在啊，不讲超然性的信息，讲满足人的肉体的信息。阿们，你讲了满足人灵魂的信息，人也因着他肉体的病痛会哀痛，对不对？他来到神的面前，你带他抉择，带他信主，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我在讲哦，传道人这个地方我花很多的时间讲。哎呀牧师，我的教会呢，这个小教会生意人来到我教会不会留下来的，对不对？我们心里面这样想。然后另外呢，我常听见的是我们的教会没有主日学，没有主日学，哎呀这个带着孩子来他怎么会留下来，父母来教会都是为了孩子，你大概就心里面这样想，对不对？就错了。因为我跟你说，我给你另外一个思想，如果他蒙恩了，他听进了这超然性的信息，他就成为你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帮你开主日学。阿们，你们了解吗？这个信息呼召那个人。当然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主日学三班的，我现在讲的是如果你是小教会，你的挣扎在于那个阵容，你的挣扎在于哎呀我的地方像工业区这样啊，但台湾的教会都是大教会，人家一看像教会进去，对不对？那没有关系，你专注这个道，讲到一个地步呢，有人来帮你建教会。你们了解吗？有人会帮助你们做这个，有人会帮你预备茶点，有人来帮你牧养，有人来帮你做音响，有人来帮你买这些音响，然后做，然后录下来，对不对？有人会做的。你只有专注这个信息，你要从天上得。阿们。我不能再讲 ，I cannot stress enough 啊，这个是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因为我们的心灵里面啊，有太多太多，第一，不信任神的作为，我们还有点不信任。这个道能够拯救人。第二，我们的问题是得不到这个信息。为什么？因为没有分别为圣，分心了。分心的时候，我们接受很多的意念，很多的理由。我们看人的表情，看人有没有留下来，人给我的看法意见，牧师今天你讲到太长什么。如果今天我有迫切，我可以讲一个半两个小时都可以的，我做过这样的事。当然如果没有迫切的时候要下来了，那你了解吗？那讲完就下来。但是呢我心里有迫切，我知道这是今天主教我讲的。但是有些人会说了，牧师啊，你讲的没有错，《使徒行传》讲的，每天每天人进来，你现在也这样做，传讲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你也有证据，人天天到你的教会，但是，朱牧师，
你最多只是比如说你上个礼拜看到十个人，我跟你说有一些教会是50个人、100个人，每个礼拜100、200、300这样增长，对不对？有没有？ 我们有这个挣扎，有一些人摇头，有些人点头，对不对？我看台湾的弟兄姐妹比较点头，对对。某某教会200、300，每个礼拜都有啊。这个讲台变舞台的时候呢，忽然间这个礼拜多200个人啊，这个牧师也要有 很有魅力啊，讲很多的笑话，然后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来听啊，就这样。你最多10个嘛，最多10多个，多一下的，大家10多个人，下个礼拜又没有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的200、300个人进来是什么种人？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3000个人、5000个人，还有天天进来的人，他们是什么种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重生的群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讲到得救的人，《使徒行传》一直讲到门徒，对不对？主将得救的人，主将信的人增多，信的人。其实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什么？被呼召出来的 ，Ecclesia， 被呼召出来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民相聚的地方，圣民相聚一起呼求神的地方，教会。阿们不阿们？那你说，那牧师，教会不欢迎慕道友吗？教会不欢迎非信徒吗？欢迎，但是他们不是教会。你们先明白，你们把教会的定义分清楚先。其实圣经把这个分得很清楚，谁是教会？谁是我拯救的？谁？现在，起码现在你看，坐在你的教会里面的人，谁？这群人是谁？看这群人的生命，整个的希望在他们的生命，主要得的就是他们的生命。那只有他们啊，那全部的人排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友有没有来？非信徒有没有来？但是他们来的整个的心态是怎样？他们来的心态呢，是对这位上帝呢畏惧的，起码他们对基督教好奇的，他们好奇所以来找保罗的，他们已经观察好久了，他们观察你的生命了，可能他是你的亲友，然后你农历新年的时候接触到他，但是他看到你的整个的生命，他说我也想跟你来教会。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来教会是这样的，你们了解吗？人来教会，你看一个教会呢，各位注意听，一个教会呢绝对不是让同性恋、做生意啊、有钱很骄傲的人、爱世界的人，他们坐在当中呢感到很舒服，说哎，哦，这样就是信了啊。 OK， 我也很舒服，我也可以做得到。各位，如果你的教会充满这样的人啊，你真的要悔改。你们了解这句话吗？你真的要悔改。主耶稣做了5饼2鱼的神迹，全部来了，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不然你们跟我无分。如果你的教会的人充满同性恋、犯罪、骄傲、爱世界的人，坐在那边很舒服，他们没有杂心，他们听到说 OK， 这就是基督教了，你真的要悔改。这样的牧师啊，在台湾有多少？你们有没有问过？在美国有多少个这样的教会？我想到坐着的时候，我说你应该悔改。如果是主耶稣，他绝对不会这样在教会5000个人、10000个人还这样讲道，逗大家笑，给大家开心， make people happy。 所以 John MacArthur 讲啊，当今的教会的信息弄信徒开心的 It's a curse， 这个是一个咒诅来的，他这样讲。我就听的时候呢，他比我真的更有权柄啊，他讲 It's a curse， 只有专弄人开心的，你要给他扎心，你要给他悔改。所以呢，他同性恋，他坐在那个地方，他知道哇，就是上帝造人一男一女，他起码知道
他知不知道这个挣扎，但是呢他来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有基督教的朋友，他有基督徒朋友爱他关心他，他说他坐在当中，他是被他们的爱吸引来，但是这个信息不给他舒服，就好像刺，对不对？所以呢他每一次来好像很自己很骄傲的人一来这边，哇，这个信息就要粉碎我的自尊心，他就听到这个东西了。但是我的太太一直要信，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就来，在来了之后听了这个信息又被刺。我希望教会有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教会了，重生的人，因为教会就是属于这个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信息。注意听哦，教会有没有100、200、300个人增长？有的。比如说各位，教会增长，我给各位一个概念听好，一个教会有100个人，每年呢10个、20个、30个，像我刚才这样讲的被扎到的，听了天上超然性的那个基督的福音，然后他走进来，然后教会这样增加，这个是很神威的，然后很健全，这个前面的主流很强，他们对真理的忠于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教会呢是现在只有100人，我们想个办法让200、300个人走进来，所以他们就想很各种的方法，对不对？可能牧师学一点怎么讲到的一些风趣啊、笑话啦，或者舞台啊、诗歌赞美啦，做得好，节目多一点，这些都是教会在做的东西，对不对？那两三百个人进来了，100个人还在生命被建立，这个100个人里面可能也有20-30个慕道友，对不对？100个人里面有20-30，不可能全部是信嘛，20-30个也 有软弱的，对不对？可能50个还在建立，但是起码他们对教会 有好奇，对信仰有好奇走进来。然后你还来不及，应该要这个100个人要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建立他们的生命 对福音的认识，两三百个人进来，哇，这个牧师的眼花缭乱了，哇，200个人300个人，然后整个的专注力祷告就放在很多大的群众里面，哇，今天，然后那50-100个人呢就感觉到有一点陌生了，因为整个教会的信息呢已经变了颜色，变了，好像是让那两三百个人能够开心，但是这个50个人他们是20，再讲20，每次听了这个信息都回去知道，哎呀，就是这样而已嘛，就20-30分钟这样听信息，20-30分钟听了，然后看了很多节目，然后呢这个很峥嵘的舞台，然后这样唱诗歌，然后声音也听不到，只有听到鼓的声音啊，然后这样唱了回去很饿，但是呢两三百个人又来，然后这个两三个百个人呢又哎，这个教会好啊，再带两三百个人来，再带两三百个人，这个就变成什么教会？杀敌教会，你们是死的，你们了解吗？你们是死的，就说你们名称来讲是活的，你们是教会，但是我看你们是死的，你们整个的运作，整个的信息讲到是不是给活人的，这是给死人的，阿们。这句话呢，昨天我们的 YouTube 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已经到了200个地方的人就听了，所以我心里面很迫切，我知道很多的牧者可能听这个信息，我一直想问的，你们要怎样的人来到你们的教会？你们要怎样的人进到你们？上帝来的时候他是一定要牧者交账，我的心腹在你的教会里面天天饿死，你不给我的新娘吃饭，然后专给死人吃饭，主耶稣来，你的罪就在你头上。所以 我一直讲这句话，我自己如果不能讲这个信息啊，我去做老师了，我不会做牧师啊，我去这世界赚钱，起码把钱带给教会，这样就好了，你干嘛要罪归到我头上，
然后最后主见到我的时候呢，我讲的道都是弄人开心，体贴人的情面这个东西。然后我问我自己的良心，我真的在主面前一个礼拜，我昨天讲30个小时40个小时得到天上的道来被牧养，然后迫切的要这样传讲给弟兄姐妹呢？没有，就忙着啊，哎，同工你有没有搞这个，打电话，哎，你有没有关心人，哎，你有没有把人带来，就关心这个，然后来搞笑一次，然后叫大家喜欢。就很多牧师他们的生活是做这个东西的，他们是关注那个行政啊，那个规模啊，这种运作啊，过于他们分别为圣，在神面前得到那分别为圣天上来超然的信息。所以重生的人，所以我在讲什么叫教会增长学。如果你们真的要学什么叫教会增长学，是其实你们现有就算5个人，怎么第6个人来，第7个人来，这个很慎重的，上帝很慎重荣耀的带领，一个一个对上帝有畏惧，对信息听了之后有杂心的，一个一个来，这样来100个，然后100个坚强的，120个，150个，然后200个，就这样来，然后生命有见证的继续传，然后现在尤其网络继续传。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大陆来的问牧师，哦，牧师，我们教会就2-3个，就我聚会，我家人聚会，还有一个老妈妈聚会啊，这样我们还聚会吗？我们去3次教会聚会吗？我这样坦白话，你已经到这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回去3次教会，没有办法了。你守住那个岗位，守住那个祭坛，因为教会如果是已经建立了，这不是你建立的，这是主建立的。守住那个祭坛，跟2-3个睡觉的人讲道也可以，继续讲，继续通。然后很奇妙的，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我就每天哦，就是牧师啊，我这没有什么教会，但是我就在网上听你的信息啊，什么我也不懂，我去3次也听不进去，什么家庭，哎呀，不知道这个东西都是搞人的东西。那你去生命堂，我给你这个教，你去。那 OK 好，他去了，哈，3-5个人啊，对不对？那坐下来啊，这样啊，都是家里面的，没有关系。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他下个礼拜不来了，不要灰心，还有再第二又来哈、啊、哈了5次10次之后，终于有人留下来了，多一个了，多一个了，再过3-4个月再多一个了，再多一个了。但是他们是为什么留下来，你会知道的，他们是听了这个信息，上帝的选民，不看条件留下来，真信的人。阿们，怎样做，怎样建立教会？我现在跟各位说，教会增长，你小教会就是这样增长的。小教会绝对不能，你已经够小了，你再用节目了，5个人如果哇，这节目的10个人来，完蛋了，5个人都没有了，就剩你一个了，连你的配偶都跟你讲关掉了，关掉了，了解吗？所以我在讲，这是神为了，真的是神为。我想过，我这个地方我想过很久了，我一直考究这个使徒行传啊。圣名是什么？被圣洁的爱吸引了，各位 ，the holy love， 圣洁的爱。牧师真的关心你的生命，关心你的家庭，也关心你的一切。然后圣民之间的问候真的很在乎。我不能说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是完美，所以我叫我的同工们全部来听。我每次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朱牧师不在新加坡生命堂，我们的长老执事同工们能够仍然在一起，会建立这个教会，然后把这个信息透过一个长老这样讲的，大家一起蒙恩，一起做见证。我每次问，你知道吗？我每次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能成为 icon。你们懂 icon 的华文叫什么？那个焦点人物还是什么？
icon 焦点人物，那个焦点人物一出现了，每次有注目式的时候，哇，我们的心激动啊，我们心就不可以这样的。所以神不让我再进中国，就是这个，因为一个牧者，他得到天上的信息的时候，他一传讲了，好像彼得一得到了这个天上的信息的时候，哥尼流看到他就跪下来了，他说：“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人，对不对？如果我成为 icon 的，我又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我的脸啊，在这个好像书上每次出现啊，这种东西了，不是主耶稣了。”所以主的教会慢慢又从那个地方又会削弱了，整个生命堂呢过几十年全部消灭掉了，就消灭掉。原来是这个信息，基督的信息得着他的子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三，这个一发生了之后呢，我绝对告诉你，试炼会来，试炼就出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用跟你们再读《使徒行传》哦。如果你们回家，你们再读28章《使徒行传》，到处都是试炼、逼迫。从第4章开始已经了。念第3章呢，彼得在美门前，金银我没有，奉拿撒勒的名，你起来！一就第4章就来了，被抓去了，恐吓他们。所以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你说何以不何以？对不对？”我们不能不说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第7章斯提凡的殉道，第12章雅各的殉道，然后彼得保罗一出现，整个的宣教施工都是逼迫，狠狠的逼迫，这边传这边逼迫，跑那边传那边逼迫，就跑，对不对？逼迫来就传就跑，就是这样一直这样传，他是被逼迫被试炼这样带领着。然后各位，试炼，有些人说为什么一定有试炼？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如果我们讲属灵的原则，世界的王是撒旦，他一定逼迫你的。世界的王呢，他是有权柄的，他一定掌控世界最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叫政权。我不是叫各位搞起义运动，不是，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政权呢，他们是属世的，他们的道德观也是属世的。属世的道德观，只要能够叫经济发展，叫人民开心，能够得到选票，然后呢有安顿的日子。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道德，但是我们基督信仰的道德观是什么？忠于真理。所以走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说同性恋合法吧，堕胎合法吧。哎呀，这圣经说什么同性恋？哦，这个淫乱的东西，婚外情的东西，这个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讲这些不圣洁的。但是这个属世道德观呢，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的，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的社会的运作，你就会发现了，讲的是什么？我的权利就会来了，人权嘛，社会。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慢慢就要潜入教会了。你要知道，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撒旦的工作就是用这些慢慢潜入教会的时候呢，教会，然后就要影响什么？要污秽教会。所以污秽教会的事情在哪里？就是第5章 Chapter 5 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撒非拉。彼得说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你，叫你欺哄圣灵？哦，他的罪是欺哄圣灵的罪，很奇妙，对不对？这句话完全人为人本人的意思的。然后亚拿尼亚撒非拉呢，很有可能是领袖当中其中一个，可能是有些人说，我读过参考书啊，是可能耶稣见的70个人的其中一个。对，在亚拿尼亚撒非拉之前讲到谁的名？讲到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所以巴拿巴就卖了田产，就是分。然后呢，过后就讲亚拿尼亚撒非拉，所以巴拿巴肯定是。不是12个使徒，对不对？但是可能是第70个，主耶稣，对不对？
有七十个、曾经差派的，所以他们也是在靠近主流的，靠近主流的那群人里面，所以跟巴拿巴这样的生命地位平起平坐的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呢，他们带着仁义仁本，然后这样的如果他们得到认同，在教会坐上领袖层，这个教会的圣洁就被影响了。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再要前进，再要有七个执事起来之前呢，一定要处理他们、你们了解吗？是谁处理的？不是你我处理的，是上帝的道传讲，圣民一起相聚得到神的喜悦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圣灵很强烈的工作，不许可这样的人留在教会的。各位，阿们。所以教会会不会感人？会，神感的，神感的，神做的。所以你们现在不要回去哦，这样，哎，你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我的教会不成长，因为你，就是所以应用的问题了，这个是应用的问题。应用就是说，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各位，如果有一些主要人离开你们，你当作不要把他们当作亚拿尼亚撒菲拉哈、这个是时间会证明啊，就当作这是神为的，可能他们的离去是对之后教会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也他们必须离去，他们不离去的话，这个领袖层不能建立起来，这很奇妙的一个上帝的工作，只有参透人心的上帝他的工作的。所以这个试炼来的时候呢，坚定忍耐、没有其他的方法，一直忍耐下去，然后持守什么圣洁，坚定忍耐持守圣洁，不管这个社会讲什么、能够接受怎样的什么堕胎同性恋什么婚外情，不管这个教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买股票，买股票是一种专门、一种职业、不管这个社会怎样、我们圣民的心是保守，我们是持守圣洁。当然你的教会大起来，一定有很多这些、传销啦、股票啦、这些什么啦，用各种的手段来做事的，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就这个东西在教会里面这边卖那边搞，教会不用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对金钱对性方面这些十诫命的东西贪心这些东西都讲的，我们都讲，教会要讲，但是人听了，他们有时候闭着眼睛听还是怎样听，挣扎的听，他们不能马上改，你有听到、有一些人不用去碰他们，不用碰，这个是等圣灵做工，因为他们听了、于是他们在公司里面做的有一些东西啊，有点贪污的东西，间接的没有，你就讲 神的圣洁，到了时候主叫他扎心，他不得不要放的。如果他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生命，他是还是属主的，主会圣化他，但是圣洁的道就要讲，持守圣洁，坚定忍耐、然后最后我讲完他，第四呢，忠于真理，忠于真理，传扬福音。向谁传？很多人一开始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叫你到街上传，从你听完这个道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谈论就是传福音了，你回到家跟你的配偶谈，这是也是一个传福音了。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呢不停的，保罗在罗马两年之久天天传，凡来找他的天天做见证，这样做教会呢一直传，种子一直撒的，一直讲，这个口里面讲
人听到 自动在心。有时候我的孩子呢有点厌烦啊，爸爸你什么都跟福音讲在一起，教我读书也跟福音讲在一起啊，啊那什么都，所以还是讲没有关系。你讲人的口很奇怪的，口耳朵听了厌烦只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人在过程当中有些东西看不开的，你还是讲很喜乐的讲，有主的荣耀的讲，还是人慢慢就进到人的心中。反而你不传，你好像有一点哎呀人不听了，好像哎还是不要讲不要做见证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慢慢被消灭，圣灵的工作慢慢被消灭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保罗一直传的，这边逼迫那边传，这边逼那边传，一直做。所以两年之久在罗马的时候呢，圣灵的做工叫他坐牢也可以传，什么是不可以传。所以很简单来讲啊、哦、虽然我们的难处有很多啊、有时候我明白我们在牧会，我的人群都是老迈的、啊、牧师、啊、你的都是年轻人，那有些时候年轻人但是不爱主，全部跑去、啊、上班要成功做事业的东西要发展，不管教会的事也可能，对不对？但是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福音的本质是不改变的，绝对记得本质的东西不改变。然后教会里面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圣民相聚的地方，圣民相聚的 群体被呼召出来的，他们的特征一看都知道这个里面有圣洁的爱，有没有？所以各位确认哦，直接教会 你在带教会有没有望这个地方、第三呢，教会什么一定会遇到的结果、你想都不要想没有问题。如果你的信息震动了黑暗的国的宝座，那黑暗的国的王一定出来带来有些结果，但是神一定勒住他，对不对？有时候神让他一点，好像一条狗，你们的撒旦是一条狗绑住他的颈项，有时候上帝松开一点拉住一点，但是呢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教会不能被炼净，因为你我的心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性，所以没有这种结果，没有试炼的结果，我们不会越来越爱主。但是呢结果里面我们怎么反应，有坚持忍耐。然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教会的使命，得时不得时传道，一直到主来。所以呢本质特征结果是这样，但是继续传扬。各位看，这个就是教会增长学了。其实你把它成为一个学，这样讲啊，学科来是错的，不可以叫教会增长学。这个是教会增长的属灵的事实和属灵的原则，应该这样讲。我是很想把那些书啊全部撕掉啊，就那书籍就丢掉这些东西。教会增长学，把它商业化、人为化，这种东西，愿主圣洁他的教会，阿们。